Splatoon 3确实超游行。二代的时候，我其实是带着一些对多人在线射击游戏的抵触心理去尝试的，好像知道怎么玩，又没真正玩明白，玩得迷迷糊糊的，不能算是入坑。但这次的三代，我是真沉迷了，至少打到五点。这篇稿子是我在反复给自己洗脑，你喜欢的是大游戏吗？不是写稿才写出来的。Splatoon 3在日本上线三天就卖出345万套，超越动森，成为日本新任销量冠军。也怪不得我匹配到的玩家大多是日文昵称。现在我已经打通了英雄模式，打了不少快速徒弟和过多的排位比赛，里面的小卡牌游戏我也已经30级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分享一下我心中这个有趣有好又游行的快乐游戏的魅力所在了。Splatoon 和其他任何射击游戏相比，最 unique 的就是你枪里装的不是子弹，是墨汁。墨汁既能涂地也能杀敌。在游戏最基础的 PVP 模式战地对战里，地板上哪方颜色的墨汁面积更大，哪方就能获胜。所以即使是瞄不准的小乌贼，只要开枪喷出墨汁就能对团队有贡献了。这是 Splatoon 众多友好设计里最核心的一个，也给一个射击游戏带来了除了击杀以外的全新满足感。墨涂满地板，给世界填上自己的颜色，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而且 Splatoon 墨汁的质感很好，不论是什么颜色，看起来总是很艳丽，亮晶晶的，咕叽咕叽的音效听起来非常满足。配合土地的设计， Splatoon 的移动也很特别，墨汁所见之处就是新的道路。因为玩家还能变成鱿鱼形态，在自己颜色的墨汁里可以潜进去，半隐形的高速移动，可以爬墙和冲刺。但对手颜色的墨汁就是泥潭和毒药了，会现出人形，移动艰难，还会受到伤害。这种墨汁前行对于鱿鱼仔和乌贼娘来说，就像跳跃至于马里奥一样重要。如果有什么是你可以永远相信任天堂的，那一定就是游戏里主人公的移动一定非常舒适。我真的特别喜欢 Splatoon 的这种移动机制，即使在不按涂地面积算胜负的排位 PVP 模式真格对战里，用自己的墨汁控制地图依然能带来巨大的战术优势。不仅方便突进战场或者及时撤退，还可以从墨水中突然出现奇袭对手，这样的游戏策略真的是独一无二。涂得好游得好，就会感觉自己非常帅气。但是玩法再好，它还是一个对战射击游戏。我其实和很多看视频的单机爱好者一样，不管是社恐啊还是强对抗性，总之是很难让我开始玩一个多人游戏的，就是感觉压力很大。应该说不愧是任天堂，或者不愧是要面向小孩子的游戏， Splatoon 绝对是我玩过的多人对战游戏里最友善的，压力最小的，没有之一。而且甚至你其实都不用玩它的 PVP。 说它是友善的，是因为跟比较流行的注重强社交的多人游戏不同， Splatoon 没有任何的聊天功能，任何，不能语音，不能打字，不能发预设信息，不能发表情，你只能告诉别人在这儿或者称赞。这简直太好了，因为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喜欢社交，非必要不社交。也是因为原本是面向小孩子的，所以任天堂会认为需要一些保护措施，毕竟这个精神破防还是很可怕的。而且 Splatoon 也尽可能的把被击杀和战败的挫败感降到最低。三代里一场比赛真的能找到超多角度来表扬你，有的实在是角度刁钻，比如你使用的大招的触发次数 No.1。 咱就是说这个队里还有别人用这个大招吗？虽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保护过度，但我觉得这些设计确实是提高了我的游戏体验的。因为我对多人对战游戏很恐惧的一点就是突如其来就会有人埋怨或者甩锅，真的能够一下子把我从游戏拉回现实。刚刚说到你甚至不需要玩它的 PVP， 那是因为你还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二代开始加入的 PVE 模式鲑鱼跑，这个模式玩家要在可疑的熊先生商会打黑工，击杀一波一波涌来的鲑鱼，收集鱼卵和金色鱼卵交给熊先生，三波过后就算胜利，获得奖励。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模式挺直白的，小空间里的生存游戏，但随着后续 BOSS 鲑鱼的增加和一些随机出现的特殊挑战环境，战斗的激烈程度直线上升，非常热闹。光我知道就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是只跟自己固定的朋友去玩这个打工模式的。说起来我最近才了解到一个冷知识，这个鲑鱼跑其实是根据真实的自然规律改编的，现实中就叫 Salmon Run，
鲑鱼洄游。鲑鱼会从海洋洄游到河流里产卵，是灰熊捕食的重要时机。可怜的三文鱼卵都被打黑工的小乌贼给截获了。还有一个选择是英雄模式，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你可以永远相信任天堂的，就是关卡设计。这个模式很任天堂，作为一个射击游戏，它的关卡竟然更像平台跳跃游戏。关卡主要有两种，一种类似障碍赛，选择一种武器，经过喷涂、跳跃、解谜、射击一整套，通过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平均的关卡。这种关卡一般都有很好的教学和训练作用，练习和使用不同的武器和移动方式，很适合用来熟悉游戏的基本玩法。另一种更像挑战，会增加很多限制，安排一些谜题，比如限定墨水的总量、限定某个武器、射击标靶的挑战等等。虽然个别难度简直有点变态，但里面也有游戏里我最喜欢的一些关卡，比如这个可以一直使用大招的蜘蛛侠关卡，在一堆柱子之间飞来飞去，还有这个可以一直开螃蟹坦克的关卡，专门针对这个能力设计了一整个射击平台动作和解谜的挑战。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最终 boss 那一整个关卡，真的做的史诗。除了这两个比较大的模式，三代还增加了一个小游戏《战地斗士》。虽然从二代到三代并没有增加像鲑鱼跑一样的那么大的模式，有一点可惜，但是我贼爱玩，很简单，好上手，但要回回胜出还是要动动脑子的。我很遗憾的就是，明明已经是一个联网的游戏了，怎么到了卡牌日里就变成不能联网了呢？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卡牌都是把游戏里已经是卡通的各种角色啊、武器又变成了抽象的像素画，收藏价值更高，但平衡起来就有点麻烦。和二代相比，剩下的提升都是用户体验上的，比如多人的大厅终于变得现代了，跟上了现代网游的步伐。总之 Splatoon 3围绕泼墨射击和墨汁前行，搞出了各种各样的玩法和琳琅满目的收集品，打包在一起给我的快乐就很校园，就是那种大家都在同一个规则下面，但是可以有不同的目标，展现出不同的 style。 每个小孩都会涂墨，但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神枪手，有人就想涂地，有人就想打工，有人就想收集各种背景板、徽章、称号，有人就想买不同的衣服、武器、贴纸装扮自己，或者装扮储物柜。哦，这个储物柜就很校园。当然还有人只是想收集卡牌然后打牌。这种多元我觉得对于 Splatoon 来说甚至是比武器平衡性更重要的一种精神，但是泼桶还是太逆天了。任天堂似乎想要在各个方面照顾到各种各样玩家的喜好，在有限的选择里让玩家自己排列组合，然后展现出五花八门的风格，跟很多游戏里什么装备皮肤好用好看所有人都用一样的不同。 Splatoon 的广场上几乎不可能见到一模一样的两位玩家，大家都很有个性，这应该就是 Splatoon 最重要的特质了，就像它独有的这种张扬浓烈的美术和音乐风格一样，不断强调着多元和个性。这次的 Splatoon 3我玩得很开心，应该是我在守望先锋之后玩得最开心的一个多人游戏了，我能一直玩到王国之泪发售。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 Splatoon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